陆名导张艺谋抢进 VR 产业，北京打造全球最大主题乐园，开启互动娱乐新时代。完全就到达了另一个虚拟的世界。无人机全球浪潮来袭，男女老少都在玩，玩出产值美金80亿。周日上午9:30，锁定中天新闻，开放新中国。